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万算旭哥手游攻略，那就是王子变变变。好，旭哥今天来分享这个 T 零最神的阵容，最强的神角，像是各种 SSS 级啊，最强的神角，像什么金闪闪王子啊，各种什么悟空啊，这个游戏反正它都恶搞很多那个动漫嘛，还有像是什么五条悟啊，或什么恶搞了很多个。动漫悟空啊，然后什么恶狼，反正就恶搞了什么哪吒啦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旭哥要分享这游戏最强的神角，可以明白吗？那手抽呢，无限抽，开局可以爽爽刷，不管是装备啊、角色啊，都可以刷到爽。当然还有这游戏最多的礼包码，史上最多礼包码，加上隐藏版的序号，总整理啊，史上最多。那不管是神角，还有神装，你看红神装。最强的神装，最强的神角 SSS 级的都可以免费入手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游戏攻略 ，Let's go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、独家最新 520， 最新的有大召唤箱加宝石 XWD520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这边有一些隐藏版的福利。那隐藏版礼包码这边还有 XWD521， 它应该什么52什么系列都有，有这个大召唤箱宝石啊。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，这边是一些追踪，额外还有一些礼包，你也可以拿得到。好，大致上是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些隐藏版的序号在这边。SWD666， 首先呢有这个像是可以领取这个礼包，这个有星钻啊、SS 角，然后红宝石转蛋券，可以拿神角，这个必拿的，大家自己去领吧。然后还有这个像是 VIP777 礼包码 VIP777， 然后 VIP888， 然后 WZBBB 就是王子变变变。然后 WZBBBFB， 然后 WZBBBDC， 接下来是 WZBBB888， 还有 LINEGAMES.ORG， 接下来是 JJBXWD， 那还有很多隐藏版的序号啊，然后详细的兑换各种福利呢，都在后面详细的分享给大家。来。它可以一次强化。来，我们现在装的是木剑，批量强化一下。好，这边就是转蛋券，可以一直狂抽，蛮爽的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这个2024最新的，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，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左上角的设置，设置再点下去，点下去之后呢，在画面的右手边右下方看到一个礼包码，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都一样，点这个礼包码，在画面就可以输入了。礼包嘛，好，那我们就输入，然后这个 WZBBBFB， 接下来确认。哦，奖励这么多啊，1000钻再加一大堆装备啊，一狗票的装备，还有这个召唤兽，爽。那 FB 把它改成 DC 也可以 ，DC 就 Discord 的嘛。所以 WZBBB， 然后 DC， 一起接下来确认。哦，有没有？爽啊！也是1000钻再加一狗票的装备啊，然后宠物资源，什么导弹啊，这个是技能的，这个 buff， 哦，绿装、紫装，好爽。接下来试一下其他666。这个没有，那直接这样看可不可以？哎，这样也可以 ，WDBBB 直接输入也可以。纪念卡卷再加上888钻，
那试一下比较常见的 EIP 666，这个不行，大概都是 WDBBB 什么的，888 FB 66，好，反正帮大家测出很多个隐藏版序号了，独家测出来的。那开局接下来就是一堆装嘛，那我们就来抽了。这边有召唤，我们先来抽一次35个，黄、绿装。那它这个召唤呢，以这个尿性啊，通常都是会升等级的，等级越高的话，越容易抽到神装，像后面有这个红色的超越神装。红神装嘛，等级越高就可以抽到。那前面一定是从白，然后绿蓝，然后紫、橙这样，这种玩法大家应该也玩过无数遍的，就是这样玩的。接下来角色的装备就可以一样批次强化，这个太熟悉啦，然后一件装备，这个批次强化，然后一件装备，这个大家都很熟了。然后之后就是技能宠物，有个都可以装起来。攻击速度强化一下，强化一下，太轻松了。所以就是最强的神装都可以免费入手，太轻松。然后他说这个开局就送好几千抽嘛，还是好几万抽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吧。基本上就是无限抽，因为你这个资源可以无限拿，你这个可以一直拿嘛，一直拿就可以一直抽。这个都把它强化一下好了。来，来抽一下技能的。然后一样就是去装备，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有拿到了。但有拿到一些了，这个可以一件装备。宠物之后也是可以解开的，有没有？很轻松啊，完全的碾压。这种无限放置的玩法太轻松了。好，装备再来抽一下，哦，爽！现在是三级了，这边有没有一万抽啊？那个转蛋券在这边，直接领。来，一万抽免费拿，基本上是可以无限抽啦，不止一万抽了。因为他的资源会一直给，狂给。装备，旭哥现在的武器，蛮帅的。碾压过去。来抽宠物了，果然啊，很熟悉啊，都这样玩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装起来啊，刚才礼包嘛也有送嘛，也有送宠物啊，一件装备就好了。好，那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啦，可以无限抽无限玩，这个转蛋啊什么的，神装免费拿。好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看旭哥的手游攻略，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